在一起吗？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我的妹妹虽然已经完结篇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有重播可以看。如果还没有看妹妹的同学，有空的话啦，也是可以看重播这样子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专辑《在一起》。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大家知道我要唱什么吗？错了，不是呼呼，我已经过了呼呼的阶段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站出来。大家有看过《女孩站出来》的 MV 吗？还喜欢吗？好，那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嗨吗？谢谢。